属猴子的2020年 ，OK， 他忌星是什么呢？忌星有一个叫戊戌的，戊戌是什么呢？听过俸禄吗 ？OK， 俸禄就是以前做官的，从朝廷发的薪水啊、叫俸禄，所以禄就是财，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富禄寿，富禄寿那个中间那个就是禄，富禄寿呢，第一个呢。他就父呢，他就抱着孙子 ，OK， 很幸福 ，OK， 鹿呢就会拿着一个金 ，OK， 这个是就是钱财，寿呢就是一个老人家，没有头发的老人家，这个是代表健康。如果你有这三个，你又有钱财，又幸福，又健康，这个是人生最美满的事情。在猴子来讲呢，今年你的钱将会进来的。OK， 所以但是要把它收好。它的凶星是什么呢？白虎，意思是说你要注意什么呢？你要注意血光之灾啊，还有就是飞廉，还有大妾，这个也代表着血光之灾。所以不要去一些地方，那个地方危险的，或者是一些活动是很危险的啊。如果你要做班机站嘛，明年才来做。OK， 这些。高风险的，然后你又没有机会，你又没有错过的啊，你最好是明年才来做 ，OK。还有就是，白虎也代表着是非星，所以要特别小心是非。谢谢大家。